我只能挖土啊，现在没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现在就只能挖土，看看可不可以挖到钻石啊！啊，爆了！啊，垃圾扔掉，我是挖土北啊，挖土北，挖土博，挖土博，对，我们熔炉有几个？假拍到底呢？啊，你们迁徙了吗？还没迁徙啊，还在刚刚那边。我怎么没看到人？熔炉没签的话，应该也没差了。没签，没差。没有啦，那个附魔台跟铁针我都签已经走了。签了，对哦，啊。啊，你们人现在在哪里？在。报个坐标吗？报个坐标吧。看一下，你是要打出来吗？五九一二七，一负一二七还是正一二七？胜。一二七五对，九，我们刚刚其实中途走蛮远的啦，哎，是我那一条吗？好像就刚刚挖钻石的附近，对，挖钻石附近，我们都在附近而已，对，我们都没有跑太远。我们没有跑很远，在我右边啊，五九，然后嘞，一二七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吃娘。羊烤羊肉，为什么我不要吃肉？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喝蘑菇汤。对啊，我们不要吃到饱。要留点胃吃甜点。没错。感觉等下，真的可以上去找苹果哎！我已经22个金锭了。我觉得等下会很卡哦，我看到团团的脚一阵冒泡泡。哈？为什么？我看到也是欸，对啊，啊，所以没有啊，等下应该会很卡，为什么会冒泡泡啊？就我的脚怎么？是跑步的那种励志脚，对啊，是香但港你脚现在啦，还是欸，那你是在原地跑啊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没有，那我在别你鞋子是不是？对耶，下课终于，好了，我把鞋子脱掉了，鞋子喷泡泡欸，也是也会喷那欸，表，你的脚哇，你的脚是不是很臭啊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那是飘出味道的粒子效果，对。太奇怪了！对啊，为什么团团你的脚一直冒泡这泡？是 happy 手才有那种效果才对啊！我们的没有欸，对啊，你怎我们么都了？没有欸。我是上完厕所之后就变这样吗？好像是，我不啊，知你是道，啊？你上完厕所是可没能洗吧？脚？我啊，上完啊，厕你所有要洗脚啊？你有洗脚啊？所以刚刚你是这样说我没有洗脚，干嘛洗脚？等下，为什么身上又有东西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哟，哎呦，哎呦，清水性烂死啊！欢迎西瑶，现在时间要晚上了。我们要白天再上，对啊，可是我现在不能做事情，还是你要钓鱼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们没有没线线啊，啊！对啊，我只能挖这种石头。黄队是不是还是不能吃蘑菇汤啊？可以，有啊，有，他他们说有可以啊，吃。他们说有啊，他们说有了。黄队有了，嘿，有，对，都有黄队了。说可以，但是他们没吃啊。哦，有他啊，们，他们有吃啊。哦，有啊，所以对，写个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刚刚是效果结束，效果结束。因为稍早有之前我也这样子哦了一吗？哦，下，我以为谁打起来了嘞？对，同时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瞬间。哦，所以巧克力刚刚他们写那么满，是因为他们也是有吃喝蘑菇汤的关系。对啊。有啊，他们现行之后就开始喝了。怎么又点到荧幕截取啊？F 二啊，我一直在点干到嘛？截取，你我到底跟你要讲，我这一场战斗截了一大堆图，你到底要截什么啦？我也不知道 现啊，在是怎样啦？乱截图啊！真的啊，都在偷拍啊！我发现我没，快要没木头了。对啊，我木头还很多哎、欸，这谁？哦，你们，你们要吗？我这里有木头。好，分几根。呵，耶！以前跟朋友玩那个麦块的时候，我就是很爱挖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那个武器哦，有金土那个每个武器都有那个等级啊，木那什么斧头也有，镐子也有嘛。那土是不是比较好挖？好玩很多啊。结果就把那个铲子的等级练到超级高。我就是就挖五个土，小心呐、啊！我挖五个土，
就可以挖到一颗钻石，好爽，还可以挖到那个啊什么蛋糕啊，有的没的。那是那个伺服器设定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这样就一直挖土就好了、啊。对啊，他们就坚持要挖那个稿子嘛，有的没的啊。嗯。稿子也是蛮爽的，只是爽快快的程度没有泥土那么快。对。啊，现在大家的血都还蛮满的。哦，我听到被啪的声音哦。杜宇啊。谁被啪到？没有啪到，没有啪到。我、哦哦、没有啊。只是杜宇的杜宇的攻击方式真的很怪。对啊。要打不打的那一种。然后又微卡。就在你面前一直在那边扭，然后不打你，知道吗？然后等你盾你放下来的瞬间，他就偷打。他就是这么的捉摸不定，对啊，且枯燥，且要且枯燥。为什么这也枯燥了啦？我还特地去抓个007的歌来耶，你知道那个他的歌是007吗？是那个是、那个周星驰演的007，叫国产007、哦，然后那首歌叫做那个什么美丽的。同伴 ，beautiful partner 吧？清楚啊，你怎么这么清楚啊？超清楚，搞爆了！刚搞爆了，对，我的搞爆。刚刚的熔炉区嘞，很后面，超后面。哦，超后面吗 ？Very super 后面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真的很后面。你看一下坐标嘛。欸、我现在离中心点超远的。你看一下坐标嘛，刚刚是大概是负四吧。现在已经100多了，我们走好远哦。啊、这边找到了。哦，你这个是熔炉区哦。哦。哦，对，我是说这个小熔炉区。小熔炉区。这个，哎、欸，分站啊，分站。Small。哦。哎呀，我来了，我要附魔。太小，多做一根起来放好了。你们身上保二了吗？我说铁装一，保一。那你们要不要附到保二啊？可啊。有保二的头盔，不鞋子。你可以帮我挖个垃圾桶吗？谢谢，就是你了。再稍微小烧一下铁、欸。对啊，我这边也有铁，真的是很多。对、啊。我还有五个金啊！现在等级不够啊，等级不够，烧石头啊！一等，因为刚刚都挖不到煤炭之类的。那你来领，你来拿金那个啊，定啊，拿定也有那个太少了，一定搞定，一定搞定，一定搞定。好，铁砖，噔噔，坑，那你就走开啦。你干嘛、啊？你干嘛热？怎么热？我刚刚只是先放上去看附魔，嗯，对吧？看那个，我刚刚就是装备还没脱、嗯，我就放在铁阵上面，嗯、然后脱下来的时候，我从上面拿下来，想说奇怪，怎么需要等级？看了一下，嗯，铁字护甲小写一，哈，命名到了啦！哦，你命名，小写一，哇，你命名到。然后你还没有真的命到名，好好衰，怎么白痴？小写一哦，对啊，好啦，我的标题就这个了，铁字护甲小写一护腿，帽子胸甲护肢都没有保护啦，是怎样啦、啊？嗯，那你要不要附别的、啊？一次三个都没保护，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附？帮你啊，帮你啦，我有三等啦，我已经没东西可以附，你知道吗？就发现我也没有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保护来，耶、yeah. ！哦，有哎、欸，保护来，耶、yeah. ！为什么你都有，我三个都没有？你们刷什么一啦？气死哦！都给他们刷一。这个我没，这个也有，但是我两等，我要两等。啊。要抢等级咯，烧石头啦，拜托！有了，两等了。我把石头捡回来。不，这里给你。
好了，耶、yeah。所以你也都保二了。酷，我现在缺等级了。哦，你现在没办法叠起来是吧？因为 我现在帽子跟对帽子跟腿没办法叠，那就只能挖挖那个。缺四等。嗯。那烧石头啊！烧石头，烧石头，熔炉做出来啊！熔炉，熔炉来做。好啦，做啦，做熔炉，我做八个，我做八个。熔炉熊猫，没熔炉熊猫。哦，我把这边扩大一点嘛。熔炉熊猫，不要啦！在讲什么？我被攻哎！结果，结果，结果，很多很。太多，我记得是四个才能收到的，我刚刚还是不知道，应该一两个就可以收了吧？好吧，我刚主要是看，好像我不知道、欸，不同黄不同金，我知道烧矿是最多的啊，烧食物是最少的啊，可能不同矿物有差啊，找个怪来看啊，其实我记得附近好像听到声音。哦，而且以前挖矿有等级耶，很早很早以前的时候，挖矿我本来就有等级，是挖石头啊，挖石头、哦，挖石头也有哦。对，很早很早以前，1.12之前吧。嗯，哎、欸，我有弓哎，哦对，打库弓掉的，怎么都没有煤炭可以给我挖的。因为都被我挖光了。熔炉里有啊，熔炉里有煤炭 啊，很多呢。还要挖煤炭钻石，这样比较快，快很多、不然我们去挖钻石就有经验值了。可是钻石可遇不可求吧？等一下，可啦可啦可啦。虽然你都找到很多，可，嗯，要相信量子力学，他在另外一边在等你。欸、很饿，可以吃个烤鸡吗？吃啊！哎、欸，红石，谁来找我？你叫 A 哦、喔。蹲蹲蹲蹲蹲去蹲蹲去。我、哦，你在哪？我在，我在这里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哎、欸，是你哦、喔。我刚、啊，我刚以为是团。没有。King、哦，鱼骨惩罚。没有。他想放烟火了，他想放烟火了。哎、欸，你说这里吗？下面啊，你往下走。哎、欸，我听到哈基在叫、欸，哎，他到底干嘛？哎、欸，这里前前前前，对对，往前往前往前。哦哦哦哦哦。嗯。有跟没有之间，哈哈。笑死。一等还不到两等。好，我继续铲土。哎、欸，顿顿。呀，你是在 YT 开吗？对啊。感谢 OB。你的人数有没有坏掉了？我不知道、欸、我没有注意怎么了，可以去看一下人数吗？我看一下、嗯、我人数很正常啊，很少、嗯、很少啊，很正常很正常啊，怎么了？我的人数感觉出 bug 啦。你是不是零人啊？不是零人啊、哦、至少有一两个那种是破万 super 爆吗？4500欸，屁欸，很正常啊。不是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他是突然间的，很正常啊。的话很正常啊，怎么了？我平常才不是这种人数嘞，吓死我了。对啊，你平常大概有个20000多吧？哦，那真的不正常哎、欸，不正常哎、欸，完蛋了，去回报一下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平时大便尿尿回来人数会暴增的啊？对啊，太奇怪，什么？对不对？很奇怪，这次竟然没有。对啊，如果只有4000-5000，真的不正常、欸。哎、欸，如果你们真的是不正常的人，可以来我们这边看看嘛，拜托，一下下就好。不是，我也想体验看看突然暴增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扯的那种。因为 YT 又没有像那个 Twitch 的 host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如果是对，嘿，还是你有去买什么幽灵账号来看？哎呀，哎、欸，多少啊？多少啊？多少、啊？其实我也很好奇、哦，跟什么 FB 买赞的那个概念一样。买哎，墩、欸、墩，我又挖到了，过来。啊好，哪？同一个地方的附近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很悲、欸。有一颗两个。我还是想到那时候跟墩墩他们玩桌游。团团，你知道怎么样的吗？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知道敦敦是先发明烤面包机才发明面包的吗？哈？那什么？我你们那个猪油是在干嘛？就是那好久了，我有点忘了、欸。他就是你要他，你翻到一颗卡，一张卡片，你要放在那个、他哪个年代这样子，不用明确、啊。对对对。那比如说蜜蜂是什么年代出来的？嗯，因为蜜蜂是人。